聽嚟就喺附近下村啊、平山啊嗰邊嗰啲倉庫為主咯。咁可能而家差人嗰方面都覺得，可能係做翻多啲區港嗰類嘅活動為主，先至可以即係。唉，唔好霸住條路啊！咁咪區港到佢哋覺得煩煩地，咁咪整散。但係真係最主要都係海關工作，內地海關。如果真係水貨咧，佢超過某個金額，其實就要內地嘅海關去執法。咁我諗呢個先至係一個即係解決根本嘅問題。我啲有罪都係新型。